哎，你为了不让爱消失，你要做什么样的努力呢？简单的一般疑问句。我觉得我们两个今年也结婚十年了，就是十年了，多快啊，好快。但是就是没有觉得说时间过去了那么久，就是你看着这个人还挺新鲜的，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彼此都还挺幸运的吧。就是首先我们两个人像的地方特别多，所以需要磨合的改变自己让爱不消失的那个部分就比较少，就稍微比较没有那么辛苦。对，那你和静姐就也这么多年了，你为此做出了什么努力呢？你说，你别那个什么，别躲。我有一个优点吧，就我话少。不是，然后呢，就我话多呗。不是。我太太静姐话比较多，我多数的时间呢是一个聆听者，在家里面，那还是不愿意听吗？所以很少会有分歧，因为我大多数都在聆听，弄晓得吧？就是有意见不肯说出来吗？也没什么意见嘛，你就听着说有什么意见吗？对不对？哎，人家这也是那就是心里不服呗。就一定得挑点事儿出来呗，怎么生挑啊？啊，让兵哥说说。哎呦，我不行，我这方面真不行，不懂。这方面不，你这个不是你这个太简单粗暴了，我这方面不行。你看我是个军人出身，就是儿女情长这事儿吧，就是也没有那么细腻。又是个东北糙老爷们儿，也没细腻，但我那生活还挺好。为啥挺好呢？我不跟他犟。他如果说是，哎，稍微有点不对劲儿，咋的了？哎，你今天怎么？你是不是这两天酒喝有点多，连着喝？我妥，不喝了，行不行？顶两天，行不行？行，心情好没？好了 ，OK， 我完事了。就不会去经营，但我会直接给他要的答案。其实这个也是就是经营，对。就比如说像我跟尤婷相处，他之前就跟我说过一句话，他说你想要什么你跟我说。我觉得这个是在我年轻的时候我 get 不到的东西，我就觉得你怎么能让我说呢？是的。但是你跟一个这么简单的直接的人在一起之后，你发现哇，这个太好了，因为他太简单了，生活就变得特别的直接，你也不用猜，你提要求对方去完成，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配合。对，不猜简直太好了。所以说我觉得诗欣有很多的生活体验总结起来把它放到了作品里边，这些东西大家都能看得懂，而且觉得非常的妙，是典型那种照镜子的喜剧，本来是一个感觉是个小品性的东西，就是它翻来覆去还能找到那个新的角度，另外就是它浪漫的那个核特别结实，我反正我自己特别特别感动。谢谢。看分吧。好，以后我得说点出他的问题。高颖，你有问题。我有问题。你有很大的问题。刘洋，你把我约出来就是跟我说这个？哎，不，我本来要跟你说那个的，但是我现在不得不说这个了。你少跟我这个那个的了，刘洋，我跟你说，你真的问题非常的大。不这样，我们有话直说。你请。你请。这款手办不是小狗弄坏的，是我摔的。哎呀妈呀，你分十二期买的限量款的包，我用它买过菜两次。妈妈呀，你的那双 AJ 丑爆了。它不是丑吗？啊，上次你拍的像星星的那组照片我发了朋友圈啊，锦鲤不可见。什么原图？你的袜子和内裤我都放在洗衣机里一起洗的。So， 你咳嗽的时候像我爷爷。你刚睡醒的样子像我太奶妹妹。
为什么你总是喜欢在厕所待着？你是爱上厕所还是爱上厕所了？那为什么你总是走到半路才突然问我家门关了没有？我是回去还是回去？那为什么你跟你哥们儿吃盖饭都会因为詹姆斯而吵起来？所以詹姆斯到底是谁？那为什么点外卖的时候你说你减肥不吃，外卖到了你要吃我的，那我吃什么？你跟你哥们儿吃盖饭。那为什么你总是问你的腿粗不粗粗不粗？我跟你说了他不粗。那为什么你总是问我你帅不帅帅不帅？我跟你说了你很善良。为什么你总是用老子数到三来威胁我？你就不能数到七吗？三太快了。请回答。所以爱会消失的，对吗？要不我们再想想。过了一年，我和刘洋在一起四年了，我们很相爱，虽然还是会有很多令人头疼的瞬间，但是我们一直在改变。没迟到吧？很准时。哇，这儿的风景好美啊。来给你拍照。啊，我觉得这世界里面的姑娘她真的好乖哟。还是拍照的人比较善良。也很帅。哎，高颖啊，但是我们之间好像又出现了新的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愿意嫁给我吗？看的我都想恋爱了。好，我们给这个作品投票。三二一，来，让我们有请如果爱的两位演员。欢迎欢迎。有请高颖刘洋，有请。来来，欢迎两位，欢迎两位。来介绍一下自己。大家好，我是演员高颖。大家好，我是演员刘洋。